本晚比赛的重头戏将迎来雏量级的榜单战，中国蒙古族的傲日奇能对阵中国彝族的不火勇嘎，中国哈萨克族名将地面系选手库尔班江也将迎战巴西的麦肯古斯塔沃，精彩终结即将上演，武林隆中队隆中开战。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 WLF 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隆中队，我是主持人李阳，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呈现。从此刻的开始，那武林隆中队的榜单争夺战将会进入到最后的角逐。经过了2017赛季的比拼之后，榜单上面的名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光是新秀的崛起，还有黑马的横行，都充斥着整个榜单。与此同时，随着武林隆中队对于无限制格斗赛事的推广以及普及，中国无限制格斗力量也在迅猛的发展。那么在2017赛季，武林隆中队将会诞生五条金腰带，其中有一条更是首次出现的女子金腰带。而与此同时，在其他的各个级别当中，我们也是汇集了中国最优秀的一些中国无限制格斗力量的最佳选手，所以让我们共同期待着在本次的比赛当中能够看到他们精彩的表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一场银量级的排位赛，首先出场的这位蓝方选手非常擅长手臂十字固，而且呢把位的转换非常的灵活，经常以此招来获胜，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乌克兰的阿特木热烈夫。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blue corner, weighing at 57 kg, 167 centimeters tall, offspring 1-6-8 centimeters long, 24 years old, 3-5-2 wins, 1 loses, 24 years old, from Ukraine, here is好，各位观众，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阿特木热烈夫，24岁，身高1.67米，臂展是1.68米。这场比赛是一场银量级的排位赛，双方比赛体重都是。红方选手他的绝招是过胸摔，因为他之前有过7年自由摔跤的经验，让我们掌声有请红方选手，来自中国的谢龙龙。
中选手今年24岁，身高1.67米，体重57公斤，目前的积分是625分。让我们掌声送给来自乌克兰的阿特穆热烈夫。红方选手今年19岁，身高1.65米，体重57公斤，来自龙云格斗俱乐部，目前的积分是500分。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谢龙龙。场上裁判封印，武林龙中队龙中开战。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WLF 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郑文奇老师，欢迎。大家好，这场比赛是一场银量级的排位赛。穿着蓝色短裤的是阿特姆热烈夫，红色短裤的谢龙龙。是的。值得一提的是，谢龙龙来自于龙云格斗啊！哇，直接被对手扑倒到地面啊！没错，他这个抱摔动作太明显。是的，谢龙龙从对手胯下转出来，直接把对手拉到了下位。好，抵到龙网边，看看能不能要有效击打。对，先要把手给掏出来，因为这个位置，对，刚才很危险啊，有被对手做十字固的可能。谢龙龙练过很长时间自由式摔跤，没错。而且经过了江龙云老师的悉心调教啊，所以他在地面上应该是有很大优势的。好，这边控制对手双腿啊，看看能不能过掉。没错，对手这两条腿啊还是很有力量。是。好的，把对手提起来往下砸击。而且锤击的机会，但是两人身高差不多，没错，所以这身体不够长，是没有办法。好的，这样砸击不错。从我们这个角度看，阿特穆热烈夫的这两条腿还是挺长的啊。好了，这边起身袭击，袭击对手抱了单腿要摔倒，再次压到了其称位。没错，刚才谢龙龙啊很快就逃脱了。好，马上抱住。这一次对手骑到了胸口之后，是控制的比上一次牢固多了。没错，但是头部的侧面却暴露出来了，想要两条腿去勾对手的腋下把对手翻倒，但是这个位置目前应该是勾腋下应该比较困难。对手要布置三角脚，有没有机会？好的，好，夹住了，夹住。目前的身后是没有啊，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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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三角脚加十字固的一个组合技啊，应该是从他的这个面部表情来看，应该是刚才被搅的比较晕。没错，所以啊，是被三角脚降服的这个程度大一些。谢龙王刚才光顾着。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让对手摔倒之后啊，直接拿到了旗称位，连续两次。没错，第一次能够很快逃出来，但第二次就没那么的侥幸了。是的，而且被拿到旗称之后呢，是一个很高位的一个旗称啊，只能很被动的去抱住对手的腰部，这样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位置，所以在比赛经验上还是真的需要再多多的加强。在这儿也恭喜一下蓝方选手阿特穆热烈夫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19秒时，蓝方三角锁降服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颁奖嘉宾武林风创始人、中国竞技武术倡导者吴立新先生为获胜方颁奖。好，感谢颁奖嘉宾，也恭喜获胜选手。Повлияла акклиматизация на мо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вообще в целом на мое состояние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е, физическое. Но ничего, слава богу, я одержал победу. И эта победа благодаря моей маме.
и считаю, что мог бы на порядок лучше и выше.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一场银量级的定级赛，首先我们有请蓝方选手，来自埃及的麦哈德贾麦勒。 Who is the Lover? Allah. Who is Ar-Rahman? Allah. Who is Al-Mannan? La ilaha illa Allah. Muhammad Rasulullah. Muhammad is the messenger. Allah is our return. La ilaha illa Allah. Allah. In the DJ verse, fighting out of blue corner, we at 57 kg. 173 cylinders for our family, and 74 cylinders last. 29 years old.First shoe today from Egypt. Here is Mehar Kabler.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Allahu Akbar. All praise is due to the one and only.He is the master of all creation. All praise is due and the maintainer. 好，各位观众，你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于埃及的选手穆哈德贾麦勒，29岁的年纪，身高1.73米，臂展1.75米，体重57公斤。这是一场银量级的定级赛。贾麦勒来自于卢氏太极的俱乐部。今天是他武林龙中队的首秀，以他1.73米身高、1.75米的臂展，在银量级当中是属于身材条件相当出色的一位选手。有请他进入到我们的比赛场地当中。欢迎麦哈德贾麦勒。接下来我们有请红方选手，来自中国，走。金埃及今年29岁，身高173公分，体重57公斤，来自国际卢氏太极俱乐部。目前的积分是500分，是我们武林龙中队的首秀。让我们掌声送给麦哈德贾麦勒。红方选手来自中国，今年25岁，身高170公分，体重57公斤，来自沈阳荣道格斗，目前积分同样是500分，武林龙中队的首秀。让我们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邹金波。
场上裁判金军体武林龙中队龙中开战。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f. Touch glove. Back to corner. Back.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WLF 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河南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郑文琪老师，欢迎。哎，大家好，这是一场银量级的较量，两位选手白短裤的是中国选手邹金博，是的，而这边黑短裤的就是卢氏太极的选手蒋门乐。这场比赛是双方在武林龙中队比赛场上的首秀，而他们参加的是一场银量级的定级赛。哦，反身拳，对，哦，一个前手，这是一个迎击，是的，蒋门乐这边站立啊，打得很猛，而且很巧，但不知道他在地面上造诣怎么样。好，哎，对对，手抓了个蛋推台，头直接跳了上去，看能不能拿住。哦，这边锁得挺紧了，还想往地上砸，啊，这边被压到了上位，但是松开了。是的，看来蒋门乐的绝对力量啊，还真的是不小啊。但现在周金博住在了一个绝对的有优势的位置，是的，看看上位齐胜能不能完成有效砸击，能不能把他头按下来。蒋门乐这边把对手又给反转了过去，是的，起桥之后获得了一些优势。所以我们看这种小级别的运动员就是这样啊，这个完全控制不住，十字固，十字固，抓住，有机会顶起来，能不能顶起来。好，我们看好像这个位置偏了一点点，这个手肘啊已经是慢慢的可以抽出来，是的，好的，手肘出来了，应该是出来了，转出来应该可以抽出来了。看来邹金博一上来的这个攻势还是非常凶猛的啊，在地面上现在两人起身，重新回到站立。邹金博虽然身高没有对手那么高，但是四肢非常的发达，是的，这边要抱摔但是没有成，是的，邹金博还是要尽可能来分配一下自己体能，因为他这个肌肉块头比较大呢，对自己这个体能的消耗更快一些，是的，尤其是在缠斗的时候啊，两个人拼脚力的时候的确消耗非常大。还是给一个后手正蹬，刚才一个正蹬差点踹在脸上，反身腿低扫，还一个后手，有一个后手。对，现在蒋门乐尽可能打的就是这种游走的战术。是的，打完我要的进攻，然后就跑。看来蒋门乐第一回合应该是要把他给消耗掉了。照目前这个态势的打法哈，就是一直是在消耗邹金博。哎，后手，两人头撞头啊！哦，这边要抱摔，但是不行。要抱摔，光把对手往下拽是不够的。是的。现在看来邹金博的体力确实消耗了不少啊，对，就是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但是实在是没劲儿把他给扳倒了。反身拳，好的，连续的进攻，邹金博刚才是一直往后退，躲过了，还好，但是贾麦乐这边体能也不好啊，不然的话刚刚没有连续进攻。哎，看看这一轮邹金博的拳法基本都是左右摆拳，是的，他这个身材特别是这个背阔肌啊特别适合打左右摆拳，对，这个倒三角的身材啊真的是挺好的，所以上肢力量应该是比较充裕的啊。还有十秒钟，击肋部压住，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在第一回合比赛当中，其实邹金博有两次非常好的机会，一次是一个断头台，都已经拿到位置了，但是没有锁死，另外一次是一个十字固，但是也是被贾麦乐给生生的逃脱了，不知道会不会对他的信心产生一定影响。
前两分钟的猛攻之后呢，看得出来周金博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是有一些体能下降，所以希望后面的几个回合在后面的两个回合对他的这个不要有太大的影响。Round two.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这一回合我们也开始有一点点担心邹金博的体能问题了啊。一个后手。对，贾麦勒这个身材呢是非常适合打这个搏击运动。是的，因为肌肉块不是特别大。哦，刚才一个后手，一个前手打到了，还了一个，哇、哦！这一个正蹬啊，直接被对手用，是的，摔到地上，扭头抵过。现在的话。这个断头台不成，又是到了下位，没错，这边抓住对手双手，想要寻求十字固的机会，有没有转胯的可能？啊，被对手逃出来了，直接追击拿背，好的，直接压倒在地，压制住之后，看看邹金博能不能完成有效击打。邹金博到了骑乘位，好，两三四，好的，这几拳不错啊，这是个高位骑乘，骑乘骑在了对手的胸口上，对，有击打的机会，只要控制住自己的平衡，是的，继续把头还是回到了像第一回合那个状态一样，能够把头按下来继续击打，对，起桥，上一个回合贾麦勒就是用一个起桥逃脱了，但是这一回合应该不太容易逃脱，因为体能不像第一回合那么充沛了、啊、对，邹金博呢在这个位置不用太着急，因为现在是一个绝对优势的位置，没错，最后拿能够控制住比赛的状态，对，现在想办法要撑对手的脑袋，把对手这个抱自己的把位破开，但是 也一定程度呢也很困难，起桥，因为对手这个手臂实在太长，对，相当于环抱住腰啊，继续起桥，还是有一些击打，其实这个位置很尴尬，就是对于邹金博来说，想要把贾麦勒的头按下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边呢又不敢双手全部离地，没错，否则的话控制不了自己的平衡，是的，只能一只手找一下击打的位置，但是这样打的力度其实不是很大，对于贾麦勒来说呢，他连续几次想要起球，对，都没有翻过来，终于这一次成功了。好的，还是在后面，有没有机会做裸脚？裸脚。好，手穿下去啊、哦，没有，刚才是锁在对手的下巴上，没有完全的穿到对手的脖子下方。是，但是一个拿背的骑乘位不错，看有没有机会把对手再翻过来，穿到了腋下。这时候放开手，可以想办法先打几轮。没错，先给一些击打，看能不能打出空隙啊！翻身啊，又被对手给翻了过来。反压制，好出来了。估计这个夹紧啊，夹不了太长时间。因为毕竟体力是个问题啊，现在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是。我们来看两人重新回到站立之后呢，双方能有什么样的有效进攻？高扫。哦，那个前手打到，又是这样的正蹬啊，几次都被对手直接接住了。是的，又是要断头台，断头台啊，估计不太可能了，这个断头台不够深，应该拿不住。好，现在肋部有一个位置，对，可以打一打肋部，但是两人实在都是累了。对邹金博来说啊，不用太着急。这个位置先控制住，是的，是有优势的。哎，肘击不可以。继续打嘞，还是想要把右腿给抽出来啊。对，其实右腿如果能抽出来到侧位的话，你即便不能够完成这些个锁技的话，其实还可以袭击击一下对方的肋部哈。那现在这样的话就是。
打也打不到，然后干在这耗体力，好出来了，齐胜。好，继续要做十字固，但是对手把手抽回来，连续的锤击，锤击，这样的锤击呢，命中率不高，力量也不大，基本上都被挡掉了。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用手一只手控制住对手的脑袋，另外一只手进行击打。对，这又回到了第二回合刚刚开始的时候的状态。有时候对于选手来说啊，你骑在对手的胸口反而不太容易击打。没错，第二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好的，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在这一回合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邹金博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控制还是控制的不错，但是有效击打其实并不多。看得出来对手这个贾曼乐在地面上的这种防御的能力或者说防御的技术啊，并不特别好。所以一旦被对手过腿到了这个齐胜位之后啊，非常容易。而且逃脱方式也比较的单一，就除了硬用自己的力量。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三个回合。哇，好的，后手打倒，直接一个后手摆拳 KO 了，一拳 KO 啊，是的，应该是 KO 了。双方在互相抡拳的时候，没错，这个邹金博啊，右手这个后手发足了力，抡出了自己拧腰这个摆拳的那一下，直接将贾麦乐像砍大树一样的直接 KO 掉。没错，现在看一下医疗小组在楼内紧急的医治，应该是问题不大。现在宣布比赛结果，第三回合进行到第八秒，红方 KO 对手，最终结果红方胜。接下来有请颁奖嘉宾，有请优德医疗副总裁牛栓柱先生为获胜方颁奖。好，感谢颁奖嘉宾，同时也恭喜获胜选手。这场比赛在第三局的一开始，一个漂亮的拳 KO 了对手，但是也看到了整个过程其实是很艰辛的。对，对手特别的好，然后打得我特别累，因为比赛之前没有活动身体，所以这个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打得有点僵。然后呢，头一次打这个龙中队这个比赛，然后心情也特别激动，然后也那个压力也比较大，所以第一回合、第二回合打得不太好。然后第三回合完全适应了之后，打了一个后摆拳把对手 KO 了。然后希望下次有机会能来继续参加武林龙队这个比赛。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一场雏量级的定级赛。首先要出场的蓝方选手曾经拿到过泰拳的世界冠军，也拿到过俄罗斯的泰拳冠军。他的特点就是出拳特别的准确而且迅速，性格也相当之火爆。在事隔一年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武林龙中队的擂台之上，也让我们倍感期待。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俄罗斯的格力高力。
在战力上面打法非常犀利，看一下一会儿在比赛当中的表现究竟如何。有请格里高里。欢迎格里。跟蓝方的这位选手打法凌厉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他最擅长的是温水煮青蛙，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磨死对手。接下来我们要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陈运东。蓝方选手今年33岁，身高1.71米，体重61公斤，目前的积分是500分。掌声送给来自俄罗斯的格里高里。红方选手今年24岁，身高1.79米，体重61公斤，来自于哈尔滨龙云格斗，目前的积分同样是500分，让我们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陈运东。场上裁判金军体武林龙中队隆重开战。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WLF 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旁的这位是特别评论员郑文琪老师，欢迎。大家好。站站站，喊黑板，预备预备拜容负。好的，双方比赛开始。穿白色短裤的呢是格里高里，啊，这边陈运东直接上去就是要抱摔，没错，哇，哦，袭击很犀利啊！但是格里高里这边的防摔还是做得很好的，对他抢了对手一个腋下之后呢，陈运东这边没有办法完成抱摔，作为陈运东这边一定要小心格里高里啊，好的，绊倒了，尤其是他的袭击，因为格里高里曾经是俄罗斯的泰拳冠军。而且这一场是我个人觉得是属于干柴烈火的一个打法，对对，不温不火的一个打法啊。格里高利之前在我们龙中队的比赛当中的第一场比赛是就是因为犯规结果被淘汰了，直接淘汰资格，而陈运东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这种不温不火啊，而且心态非常的稳定，其实特别擅长打消耗战。陈运东现在先把自己位置压住，进行锤击，是的，顶住对手，好的，往下砸击，要找空档，这样的一个位置是很舒服的位置，对，用自己的胯去压对手，没错，很好下拳的一条腿，但是要找好空档，找好下拳的位置。高里高里现在用腿啊
去想办法纠缠住对手，把自己的身体空间给隔开。好的，扫倒了，双方要互相锁腿。对，哎，这是要做一个足跟勾吗？嗯，看来还是不行。对，这个对手没锁住。对，就被腿要抽出来了。好，现在看双方谁先拿到。哎呀，从对手背上掉下来，可惜了。好，要主动防御。好，站起来。好的，双方重新回到站立。看看啊，陈运东是不是继续执行自己刚才一上来非常坚决的抱摔战术。是的，嗯。哎，这边什么情况，打累了吗？哦，来了一个后手。对，刚才这个直挺挺的冲过去啊，哦，是后手，是他的后手。哦，继续。这个陈运东这个非常冒进的往前冲啊。没错，是被对手吃了连续两个后手拳。是的。哇，打身体漂亮。这一下还好肌肉没有放松，不然的话，哦，小心差一点就犯规了。是的，对，顶住，连续的砸击，漂亮，嗯，不能打后脑。哇，继续猛击啊，一刻也没有停。对于陈运东来说，要抓紧时间逃离这个状态，很危险，还是要起身。这边看格里高利啊，他所有的这种击打全都是为自己这个重击做准备，没错，不做任何的这种啊，又是个后手，连续的左右轮摆，再来一个，哇，这边，这个刚才是一下子软下来了，没错。嗯，陈运东不要锁腿，不要锁腿，下位的挨打的状态。最后十秒钟，看陈运东能不能扛过这一波进攻。这边这个锁啊，对手的腿还不够往外啊，没错。啊，最后十秒钟的钟声响完之后，好像，格力高利这边已经放弃了进攻啊，的确是，如果刚才照那个态势下去，继续来进行砸击的话，我觉得陈运东很有可能就扛不过第一回合了。啊，格力高利抓住了他那个机会之后啊，主要是陈运东的这个网拳挺进啊，对于自己头部没有任何的防守，吃了这个好几个重击啊。刚才的一个中扫和连续的三个后手拳的击打，对他来说其实是挺致命的一个击打。Round two。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哇，哦，直接是一个后手平东。哇，这陈运东 啊，现在，哦，比赛结束，秦军体老师第一时间叫停了比赛。啊，我个人觉得刚才格力高利的这一下应该不是被踢到了，而是自己滑倒了，就是后退的时候没有站稳，但他反应很快，起来之后看到对手直挺挺的又向他冲过来之后啊，给了一个平勾击倒，击倒之后呢，邱云东反应还挺快，又站起来，但是又是一个击倒。没错，连续的两个后手拳被击打到。作为格力高利来讲，我觉得他的站立击打，尤其是在他的前手拳和后手拳的连续击打上做的还是非常好的。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十一秒时，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Я в Китае не первый раз.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здесь мне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не, правда, соперника очень долго не могли подобрать. Вот за 4 дня нашли соперника. Хороший молодой парень.
сразу понял, что он грепплер. Сразу дал ему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чтобы он прошел мне, чтобы он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 что он в этой стихии обладает, отдал ему пятку.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一场雏量级的排位赛，我们首先有请蓝方选手，来自中国彝族的小伙子，不活Yog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blue corner, weighing at 58 kg, 164 centimeters tall, arm span 1 centimeter length, 25 years old. 8-5-6 wins, 1 loses from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Here he is, Bu Ho Yuga.好，各位观众，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彝族的选手不活有感，25岁的年纪，身高1.64米，臂展是1.61米。这场比赛是一场雏量级的排位赛。不活有感是来自于辽宁鞍山全会俱乐部，此前龙中队的积分是625分，战绩6胜1负。好，有请这位相当强壮的选手登场。欢迎不活有感。接下来要出场的同样是来自中国的一位少数民族的选手，他是来自于蒙古族的尔齐勒。25岁，身高164公分，体重58公斤，来自辽宁鞍山全会，目前积分625分。我们掌声送给来自彝族的彝人之子，不活有感。红方选手今年22岁，身高1.75米，体重58公斤，来自山西新度武术俱乐部，目前积分535分。我们掌声送给来自蒙古族的尔齐勒。本场裁判史蒂夫，武林龙中队隆重开战。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WLF 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We've been over the rules in the change room.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Obey my commands at all times. Touch gloves. Get back to your corner.我是本场比赛的评论员宇晨，在我身边的是郑文琪老师，欢迎。大家好，这是一场雏量级的排位赛，蓝光选手木火有刚对阵红光选手二七乐。Okay, you ready? You ready? Let's go, gentlemen. Round one. 两位选手身高差距很大，是的，但是块头上这个木火有刚很宽呐、啊。嗯，没错，身高上是差出来了10公分，那其实在臂展上也差出来了是12公分的样子。但是我们刚刚还在说两个选手上场的时候，我跟郑文琪老师还在说这个不火有嘎真的是啊小钢炮一样的身材啊、这个肌肉维度非常的好，就是两个人的职业战绩还都不错，不火有嘎是8战6胜1负，那奥日奇愣是8战4胜4负啊，一上来爆摔，爆摔没有爆住，感觉自己这个臂展身高是绝对的劣势啊，所以没错，想要直接抱摔，但是这些动作太明显了，想要往地面走一走，但是没有走成。总觉得不火有嘎他如果要你要真打站立的话，我觉得你的前手拳就是前刺啊应该稍多一点，再打的稍主动一点，不然你前手打不掉对方的话你永远也进不去啊，尤其是自己臂展劣势这么大的情况下、对这个战力经验奥利奇人很丰富，所以他控制在一个对手完全打不到的这个距离上，没错，很安全的一个距离啊、这个感觉总觉得我们看一些就是卡通片里头就是摁住头、然后另外一个人在那挥手打打打干着急打不着那个状态似的，所以一上来奥利奇人对于距离的这个控制上把握上还是非常非常稳的。好，抵到龙边，看看在绝对力量上现在两人在比拼，没错，不火有刚能不能控制住还是不行，没有，嗯，看一看，太远了，高点高点，太远了，别急别急， Let's go gentlemen fight。 但是后手的轮摆没有轮到，反而挨了一个后手，但是其实对于遇到这样的选手像奥日奇愣这样的选手，他其实也非常的小心，因为对方的这个肌肉维度和绝对力量如果很大，一旦自己有闪失就很容易挨到重拳，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后手没打到，哦，选手的平攻，挡掉一个后手接一个前手，还是需要利用自己瞬间的爆发力，是的，来进行进攻。选择击腹，但是还是打不到。一个低扫没有扫到。现在奥日奇愣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也不着急进攻，反而是特别想控制比赛的节奏，所以他一直以自己的身高和臂长，就我刚刚说左手伸出，然后把不火有嘎就是压制在龙网边这一块啊，也不急着进攻，一直在想要控制卧飞机，很危险，刚才这一击啊顶在了不火有嘎的肩膀上，是的，算是被不火有嘎挡到了啊。之前奥日奇愣有用过飞机直接 KO 对手的，没错，所以也是拿出了一个新招，我觉得奥日奇愣这边是应该试一试中扫啊或者高扫这样的方式啊、去打一打反身拳，没有轮到正蹬，我一个后手打到了，转，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在这一回合当中双方比赛的状况打得相对来说更加的谨慎，略显沉闷啊。哎，但对于这个不火有刚来说啊，他整场比赛都是打不进去，只能有零星的进攻，所以对他来说是随着局面的往后推进啊，他的爆发力越来越弱之后，想要打到对手可能会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在战术和打法上。
大家们 ，Round Two。好的，现在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哦，一上来感觉不会有刚加快了自己的节奏啊，两个人都兴奋了很多。嗯，现在两个人似乎都在找空当，找突然的爆发，尤其是不和有嘎这边啊，他的突然爆发力还是很快的。而且这边距离控制的不错，嗯，但自己的进攻呢也要加强。没错，刚才听不和有嘎的教练就是说，等他先打上来，你再反击。是的，这种战术对于不和有嘎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你身高和臂展劣势在那摆着，你打不到，对吗？嗯，然后你反而如果你在进攻过程当中露出空当，这是一个更要命的事情。但是对于奥尔奇顿来说，你优势本身在这儿搁着，你不能一味的只想去控制啊，就是还是要进攻。你看像刚刚这个后手拳一样，对吧？他如果想要打的话，他是可以打到的。转悠一个后手，基辅，而奇伦他现在还是他也不着急，没错，他也在等对手的机会，就是两个人好像都在等着对方先出手，一个后手，后手，还是在等等等，而奇伦已经压得很近了，没错，抱腿，好的，哇，直接摔倒，压倒。哇，这个下潜的速度好快！是的，所以不和有嘎还是非常的聪明啊！一看奥尔奇愣已经到近身了，瞬间抱腿，进入到了地面，看能不能先压制住第一轮的这个脚力啊！看谁能占上风。炸鸡也有，炸鸡也有，别让他起来。奥尔奇愣呢，想办法还是要站起来。没错，地面上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做防守呢也不是，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吧，因为你自己逃不开。想要踩胯，就是哎，这边要转一个三角，但是被对手直接直起身给挡掉了。是的。好的，一拳。这两个人现在还是想要在地面上找一找空当，哎，直起身摁住，看能不能下两拳。蹬开了，蹬开了。好，继续顶住。一旦拿到这个起身的机会啊，而奇伦是瞬间爆发。没错，是两个人在就是地面脚力的时候，真的是这个体能消耗非常大。我们看，两人站起来的时候，头发瞬间已经湿透了。第二回合十秒钟，抱住。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在这回合当中，双方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地面缠斗上，而这次地面缠斗也是由不和有嘎率先发起的啊。对，地面缠斗，但是这个环节当中好像双方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对，不和有嘎呢是更多的注重在控制，因为不想失去这个机会，而奇伦这一边呢，在有了被对手抱摔的这一次之后啊，实际上双方第二回合很难说，到底是谁更能够拿下。第三回合不知道奥利奇人会不会更多的加强进攻。嗯，我们期待一下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Thank you, Cornerman. Okay, round three. You ready? You ready? Let's go, gentlemen. Final round. 好的，双方第三回合比赛决胜局，一上来也都没有客气啊。后手。我总感觉不会有嘎一踩龙王，想要给个反作用力来个超人拳似的。对，灯笼王的超人拳。对啊。用龙王的弹性，没错。后手没打到，对，我建议他可以踩那个我们的柱子。柱子，对。那龙网这个毕竟是有很多空隙，不好发力。没错。好的，低扫。嗯。哎，不和有嘎打开双臂，这是要抱摔吗？没有。前手。
是而齐愣其实在这回合如果想打得更主动一点，就是他的前手拳其实要多一些啊，就是臂展那么长在那放着，有些抱摔有机会，压住没有压住，被抱起来摔到地上。好，这又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啊，对穆霍有嘎来说，穆霍有嘎的这个战术还是非常正确的。没错，站立上确实因为这个身材条件的原因啊，太过吃亏了。是的，把二十七愣顶在龙网边，不能再退了，也没有退的余地了。二十七愣在推对手的脑袋，想把对手给推出去。在绝对力量上，我相信他应该没有对手那么大。没错，其实不好推，哎，逃脱。这个明显是不会有嘎松了，大嫂欠进去，走吧走吧走吧，后手漂亮，抱腿，这次被奥尔奇顿给压住。是的，这边要做断头台，但是可能把位不太够。没错，手虽然掏下去了，左臂现在我们也明显看到这个青筋爆出啊，在用力，但是应该是没有拿住啊。其实二十七愣的右臂也在扳住了不会有嘎的左臂，这边还在猛烈发力啊。是的，但是第三回合这个手臂还剩下多少力量呢？没错，现在身体不够延展，这个时候需要挺胯把自己的身体都支起来。是的，然后再进行往然后进行再进行扭动的这个锁。而前这边还在坚持，看得出来他确实被锁到了一些。他现在想要把不火有嘎的左臂给拉下来也不是一件挺容易的事儿，因为不火有嘎的两个手应该现在已经搭在一起了。对，现在不会有个两条腿松了，没有办法控制住对手。没错，如果继续这样的话，手松开了要。对 ，Steve 也在提醒他们要动一动啊，动一动啊。好，已经松开了。看看能不能有击打。左臂，左臂夹住，然后右臂再打。这个位置其实相当于打不到。阿里奇这边也是埋头，是的，不敢轻易的进攻。没错。其实身材相对矮小的选手，如果被身材高大选手这样压住之后，想逃脱其实不是太容易啊。对。因为控制面积太大了，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还是握不成拳啊，这些个击打基本上握不成拳。Okay, Brian, stand up. 好的，果然 Steve 叫停，两个人重新回到站立。这对于不会有刚来说挺可惜的啊。继续抱腿没抱住，但是不会有刚在体力上已经明显感到有点下降了，一个大口喘气。好的，这个敢打敢拼方面啊，不会有个确实不错。没错，的确是更加的主动啊，在尤其是第三回合一上来，前手接个后手，地扫漂亮。二十七六现在的进攻让人看得有点着急啊，就是你明显占优势，尤其是又到了第三回合这个状态了，你还不进攻吗？最后十秒了。对，二十七六是一个散打风格很明显的选手，是的，单击重击为主。没错，这样的进攻方式在更加开放的 MMA 比赛当中啊，可能进攻的频率不够高。是的，那在第三回合结束之后，第三回合就像刚才郑无极老师所说一样啊，就我们一直认为这个二十七愣在进攻方面的确是做的没有那么的主动，尤其是自己又是擅长这个散打系的选手啊。对，所以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在双方苦战了三个回合之后，究竟谁能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28，
二号裁判30:27，三号裁判28:29，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武林风创始人、中国竞技武术倡导者吴立新先生为选手颁奖。感谢颁奖嘉宾，也恭喜获胜的选手。你专门带上了这个，这个是你们民族的一个东西还是什么？彝族的英雄节，彝族勇士要上战场的时候，我一般都配的这个，哎，配的这个，哎，对，就是我在这里想跟我们大山里面那些孩子，只要有自己追求的想法，我希望你们努力坚持，总有一天你会走出大山。因为我就是靠体育来改变我的人生，反正我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我现在在外面自己打出一番事业，所以我鼓励我们大山里面的孩子，希望他们坚持他们的梦想，坚持着，相信只要坚持努力，相信总有一天他也会走出大山，也可能打出自己一片天。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依然是一场次重量级的排位赛，我们首先有请的蓝方选手，他来自巴西，拥有着完美的力量，从小也就受着巴西柔术的熏陶，相信他在今天也会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有请巴西的选手麦肯·古斯塔沃。张选手曾经有过3年拳击的训练经验，当然除了非常出色的拳法之外，也在刻苦努力地训练地面的一些技术，曾经多次在比赛当中降服对手。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哈萨克族选手库尔班加。其实我也记不清在比赛中有多少次是用这个降服技取胜的。喜欢这个动作是因为它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一开始被称为十字固专家的时候，其实心里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回去更加加强了这方面的练习，因为我不能让支持我的人失望。之前好多拳迷都留言说想学一下这个技法，那我今天为大家展示一下我赛场上常用的下位十字固。当赛场上你被对手摔倒时，不用着急，这时候你一定要先控制住他的双手，你一边控制他的双手，
一边转胯，再拉住他的头，胯腿挺胯就有了。好了，这个技法大概就这样，接下来到了我的实战教程，期待我的 show time。2015, Sean is young and professional. Double 7kg, second place. Ace, 5-5 win. From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Oh, I give you good bun, yeah.好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出现在我们画面当中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选手，来自中国的哈萨克族选手库尔班江，绰号边疆狼，今年是22岁的年龄，身高180公分，臂展是177公分，比赛体重是77公斤，他要参加的是一场次重量级的排位赛，来自山东玉美健综合格斗俱乐部。在2015年的时候，他是中国 MMA 职业联赛77公斤级的亚军，在我们武林龙中队当中的战绩目前是8战5胜。库尔班江之前曾经有3年的拳击训练哈，那目前呢，他也在加强着自己的地面技术，也曾经多次在比赛当中降服对手，尤其擅长的就是下位的十字步。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库尔班江在本场比赛当中的表现。欢迎库尔班江。南方选手今年27岁，身高1米76，体重77公斤，目前的积分是500分。我们掌声送给来自巴西的麦肯·古斯塔沃。红方选手绰号边疆狼，今年22岁，身高1米80，体重77公斤，来自山东玉美健综合格斗，目前的积分是625分，曾经拿到过2015年中国 MMA 职业联赛77公斤级的亚军。让我们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库尔班江。场上裁判赵自阳，武林龙中队隆重开战。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WLF 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李晨，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郑文奇老师，欢迎大家好。这场比赛是一场次重量级排位赛的较量、是的，帕皮提对阵来自巴西的古斯塔沃。是的，那古斯塔沃来自巴西，是一位有着非常好的柔术训练的选手啊，本身柔术的故乡嘛。啊，库尔班江这一边练过拳击，但是现在最近地面也练得不错啊。没错，所以这场比赛很让人期待啊。这场比赛是一场77公斤级的对决。是的，从这个块头上来说，巴西选手稍微大一些。双方的身体数据上来讲，因为库尔班江是高出来了4公分，但是臂展却比对手短了4公分。古斯塔沃的臂展达到了181公分，
那是很惊人的一个臂展啊，而且这个上肢的维度啊看着明显要好很多。作为库尔班江来讲，其实这些年他的训练中心也是在地面这一块啊，因为在我们龙中队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多次降服对手的这样的过去的经历和经验。现在库尔班江出拳不多，但是从击打的效果来说会更好一些。好很多，是的。哦，又是一个后手。虽然古斯塔沃来自于巴西，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想把比赛投入到地面的意思。也没有去做抱摔，好的一个低扫，反而是在跟对手跟库尔班江在拼拳。但是这个应该是库尔班江的强项，直接一个后手，连续的地面锤击，然后比赛就啊继续，没有叫停。这边连续的锤击，哇！哦，刚才一度呢，裁判还给了古斯塔沃一个反击的机会，是的。但是没想到库尔班江这个拳头啊，如雨点般砸下来。没错。因为毕竟是之前职业的拳击选手啊，所以在距离的控制上还有出拳的时机上的把握非常的好。我们刚刚还在说的时候，就一个后手拳就打过去，直接把古斯塔沃就给击倒了，一个后手拳打在对手的耳根上。没错，在这儿也要恭喜库尔班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22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颁奖嘉宾武林风创始人、中国竞技武术倡导者吴立新先生为获胜方颁奖。感谢颁奖嘉宾，也恭喜获胜选手。好，祝贺库尔班江，谢谢，再一次取得了一场比赛的胜利哈。又到年底了，又要去争夺金腰带了。去年是一步之差，今天赢了这场比赛，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冲击金腰带了？对，我的目标就是金腰带。去年失去的金腰带，今年必须争回来，这是我的目标。